是告诉我们，如果要去 cover 别人的歌，首先要先好好练习，不要像我这样临时抱佛脚，然后结果我现在又要再去 cover 别人的歌。来点掌声。我希望你们给我勇气，而不是两耳机，可以吗？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在我的音乐里面，在我的音乐路程里面是给我非常大的启发跟帮助的一个前辈，这人叫做苏眠鲁碧，那他写过很多很棒的作品。那今天会挑这首歌的原因是，除了向他致敬之外，然后我还想要送给我很重要的人，对。那虽然我们今天有点小摩擦，但没关系，我亲爱的老婆，你就好好的听歌。带来这首歌，入夜之前，谢谢大家。彩虹般的承诺，还有。